就是做龙猫的人，就是感想是怎么样？会觉得说他太重了，这样。我们要办龙啊，不会讲的。他自己要做，我们要办龙，全部都不知道。他这个是报仇了，不是为了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是为了钱的，为了什么？他是报仇啊！他是在那里工作，不然做两三年还是几年，他不知道。他有听说到的那些枪支是有心人是在操纵的，还是没有没有没有，他隔壁问人家都很好嘛，他、啊、在家里哦，欸、对孩子对老婆对他很好嘛。你看他现在去了一个多月了，他牛天天买菜去给他出，他忍耐八年了啊，在那里说，我说以前当初的时候哦。不要做就不要做，他是为了说按年终奖金呐、啊，那买我一买我，啊，一辈子我马龙都追不唔知啊，马龙唔知啊。